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那我们看到 Slido 上面就有347个问题了，大概不太可能在40几分钟里面回答完347个问题。不过我看到其实最近的问题大家都是自己大家在闲聊啊，非常正常的那种释放那种，所以我特别卷到底下啊，就是以大家按赞数高的问题为主。那刚才因为我在这个坐在底下扫，刚刚那个 QR code 扫不出来，所以我想说大概大家也未必扫得出来。所以就是这里有关键词，就是看到政府第87案写作会，或者用时间管理也是一种自主学习哦，大家就可以找到之前就是刚才我们专门所说的包含，就是每个人讲的每一句话，然后我们的直播的记录啊等等这些。那这个大概就是刚刚政府里面我们所谓的激进式的透明一个 transparency， 就是就算你当时不在现场，就甚至不知道有这件事情，你也会好像在场体验一样，去把这个政策进行去跟脉络连上，而且在学校的科发会或者是在学校的校务会议里面去进行，就是有根据的讨论，然后让会议要来看到大家身上的想法。那我们就回答大家的问题了。有269个朋友问说，想要了解委员对于零八课纲的想法。我是新课纲课纲会的成员哦，所以就是当时设计的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去让我们的教育的现场对于大家的上课或者学习或者未来要怎么样跟那个决定权的范围增加。也就是说，就是所谓关于这个事情，就要谁的参与嘛。我自己小的时候的高中或者是国中，大概都是当时还是国立殡仪馆的执行单位，也就是说，那是所谓的钢筋课纲。在每一个学校，不要说是学生了，不管是家长还是老师，对于你的执行的方式的参与权，在我当年的年代是非常的弱的。那所以当时我就必须要所谓在家自学，然后直接在所谓体制外的这个方式参与，我去争取说，那我要用不同的方式，或是我要选修一些家庭家访的课程等等，当时都没有这样子的弹性。那所以云南会方的最主要的想法就是说，那我们去不只是在总纲的这个阶段或课程会的阶段去邀请家访的学生来参加，我们希望每个实际的学校，甚至在高中阶段，就好像大学一样，可以比照大学那样子自己去办像选修这样的课程。那这样子的话，当然在配合上，现在我们18岁即将就要是成年人了，所以就是说，你高中毕业之后，就好像以前大学毕业一样，就是一个完全成年人的这个状况。不过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理想是非常的就是丰满，但是现实是没有那么快跟上的。那尤其是18岁成年这件事情，我想还需要2-3年的时间啊，才能够让上一代知道说真的18岁就成年了，要自己为自己做决定。那所以大家就在这个转钱的时间，确实是会有一些转钱的不舒服的这个地方。那但是就像刚刚我们看到的关于上课时间这件事情，现在都可以用一个所谓高频和低延迟的方法，就是你不用等4年，也不用等10年课纲下一次修正的时候，才能够去推翻这方面的一些想法。你透过像连续或者是刚讲到儿少教育的一些代表，任何人，他即使还不到18岁，都可以能来得及改变这一切，但是课纲决定内去改变他的态度，他就比较合乎实际的状况情况。所以另外课纲就是开启的空间，但开启这个空间不表示立刻就是收敛到最好的这个状态，但是可能是每个学期都可以再去做修改。我希望能了解问题。有另外朋友们问说，在小贝妈这边问说，根据网络上面的资料啊，曾经说过喜欢音乐，而且爱唱歌，我会请我现场唱一首歌啊，可能唱不了整首了，唱一段是可以吗？The birds they sang in the break of the day, start again, I heard them sing, don't dwell on what is passing away, or what is yet to be. Yeah, the wars, they will be fought again, the holy dove, she will be called again.Sold and bought again. The dove is never free.
后来我发现说，哎，那节课真的绝大部分都一样，但是在完全不同的老师手中，其实是感觉好像是完全不同两个人写的课本这样子。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说，我对标准答案这件事情，就是变得完全是免疫，因为觉得说并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可言，甚至同样的，甚至课本上面字都完全不一样情况下，在老师的不同的诠释里面，那其实带来完全不同的世界的这种观点。那因为这样子，我就比较不会花力气去比班上的第一名或第二名怎么样，因为第一个我转完学科，这个东西全部都归零啊。然后第二个事实上我自己找到自己的方向，我就已经在其他方向了，因为按照定义里面有人跑那个方向嘛，但是在跑本来的那个方向。那后来我加入科发会之后，也是带着这样子的态度，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事情啊，在最简单的想法，就希望大家在年纪越小的时候，越能够就开始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那这样就按照命令就转身往那个方向跑，你就能在起跑点上。如果一个班上20个人，每个都找到自己的方向、自己的单元什么嘛，那每个人都是第一名嘛。但是没有本来的那样子，好像硬分成第一跟第三名，双人跟人之间的特别的比较的事情。我记得我在文艺就讲过了，所以就不特别再讲了，大概是这样。肯定有朋友们问说，是不是真的可以控制啊？这个大家的脑波，我没有办法控制大家的脑波，但是我可以控制我自己的脑波。那我控制自己的脑波的方法，就是我在回答每一个问题的时候，是真的全神贯注，脑里完全不会去想别的东西。那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昨天有睡满8小时嘛。但是我在就是常常国中或高中在演讲的时候，有时候我上次就有接到一个 flyer 从那边抗议。说我的书上面说要睡满8小时，可是其实他需要睡9个小时。然后他的这个爸妈说，你通通都只睡8小时，为什么你需要睡9个小时？那因为这个我们知道青少年需要睡的时间是稍微久一点，所以我现在修正说我要睡到自然醒，所以8小时对我来讲是自然醒。所以只要是能够睡到自然醒，那我醒来之后大概都可以去把昨天就是那个想通一些事情，刚醒来的时候就会想得比较清楚。那这个情况下，我脑里就不会有什么别的声音，好像还想到一半的东西在打扰我。但我每次看到一个新的状况，或者是在连问我一个新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可以在完全没有换气，然后逗号都没有换气的这个情况下，很完整的去处理它。那这个时候，当然可能从各位的角度看起来，好像会有一点被控制，因为就是还没有到这个逗号的时候，还没有理解上一句话、下一句话就已经进来了，所以语速就稍微快一点，然后舌的时候确实是会有一种不控制的这种假象啊。那但是反正有录影嘛，那大家录影回去放0.25倍就会发现说，其实就是一些基本的道理而已，所以不要被这个语速所迷惑，希望。这个问题，第二就是，我有朋友们问说，刚刚听我人分享我们的实名制的心路历程啊，那这里的实名制，我不确定你指的是口罩实名制，那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从药局，然后到我们在线上可以预定到超商，然后在超商可以查健保卡的那个故事呢，还是其实你的意思是实名制呢，就是扫 QR code 的那个东西呢？我看大家的表情很多好像是在讲后面的、哦。那不过，其实这个心路历程，非常简单，非常快。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人在进向校园的那个时候，大家都会有一张纸本的表。那这张纸本的表填写要花很久的时间，为什么？因为他搜集的各自远远超过疫情调查所必要。当时很多人是要求要填身份证字号，要填全名，甚至要填这个你的工作岗位啊，什么你的服务的地方职称啊，职称没有给你换名片的那个情况。那这大家可能是错以为。一定要需要，那当你是地区的指挥中心的时候，指挥中心就根本就不需要，他们需要的只是有一个方法通知你说你被狂猎了，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他其实不是很care你身份证字号结构或者名字是什么，他只要能够联络得到你。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我们把实名制改成了实联制，而且我们说，其实你需要搜集的就是你的一个称呼，跟会联络到的，或者是 email 还是手机还是室内电话，其实这两个位置的就可以了啊、哦。那当然，如果大家填写这个 SQL 的话，有时间的话，那你就可以写个同情起源这样子。那最好还是每月份有填吧，这是2020年的状况。但是到2021年5月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连这样子的话，我们到每个地方去搜集这些资料，看起来会比较久的时间。因为当时的 Alpha 跟 Delta 病毒让我们发现说，我们如果能够把医疗
的时候从六四小时缩短到24分钟了嘛。那像我们就追逐上这个病毒的速度，最高时间出现一个扫 QR code， 但是传到你自己的电信上的简讯实验室。不过大家最近应该昨天也有听我们指挥官说，我们后来又有一个连扫都不用扫的这个发明出现了，就是蓝牙嘛，然后知道距离。那现在6700万人安装，交到1300万左右来安装的话，那甚至就是到了我们就是室内你要长时间停留的这种地方，像看表演啊或者是学校的话，那你连扫的这个动作都不需要增加，几乎是一个上面正在跑目前时间的像这教学员的那个账号的画面。那只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画面，你就可以完全不需要像在医疗的时候，现在有可能会看到教授什么美食地图啊，还是旅游地图啊，就你去过哪里没有东西，就不会被医疗所公布。那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大家都很怕被肉搜嘛，但是在用蓝牙的情况之下，完全不会被肉搜，因为你甚至连登录都没有，你的手机号码其实也不知道。那它其实做到我刚刚讲的最主要一件事情，就是说实际上那个确诊者可以通知你是不是要赶快去快筛一下。所以只要大家告诉大家，大家都下载到社交距离的话，那基本上在就是中长时间的停留上面，你的这个警示是值得不需要用的。那这个的如果说 moral of the story 这个故事的造成，就是说你越省力，大家越安心。那这个安心的前提是我们这个资料搜集的目的，就医疗能力一开始要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而且说如果有别人要求你加入会员啊，还需要你身份证字号啊，那他责任自负，因为我们医疗不需要那么多的资讯，就是所谓各自最小搜集的一个原则。像回答这个问题，我们106朋友们问说，可不可以觉得是我们学校的学生都有问题了，都没有用脑啊？我觉得应该是有用脑，而且应该是有动手，而且用手机啊，跟用脑直接输入进 Smile 系统。那这当然也是因为400个问题，我只看了可能10个左右吧，对不对？那说不定真的就是最后面200个都是不用脑的，但是我都没有看到。我目前对大家的印象是非常好的，就是非常非常用脑，非常用功，问的都是一些专业而且切题的一些问题吧。那我待会儿回去的路上高铁上，我再慢慢往下转动，看看大家有什么正常能量释放的部分啊。希望大家有问题。但一位朋友问说，清理跟共存的抉择啊，那我们知道我们在当初2020年跟2020年年初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把就是染疫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家里嘛，就每天变成清理，它的目的当然就是说不要有人因此而就是提早搬出嘛，不要人因此过世这样子。那所以其实最后还是在降低死亡率，这个是最主要的。那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用刚刚讲到的就快速医疗框列隔离等等方式？主要原因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并没有完整接种两剂的疫苗。那到了现在，大家应该都接种两剂疫苗了吧？希望。那像我这种年纪比较大的，而且第二剂拖了比较久的，那我相信第三剂也不上来了，所以我可能觉得现在应该跟大家差不多。那在这个情况下，其实因为我们的年纪，那我们就算得了，那就当做住在第四剂好了吧？也就是说，比较不可能跑去重症或者甚至提早搬出的那一边。那当然我也有一些朋友，他因为各种各样子的缘故，所以是没有接种疫苗的。那就算是对这些朋友来讲，我们现在也有口服药出现了，所以他只要有症状的时候赶快停，药剂就赶快吃，那感觉也跟打疫苗没有差太多。所以到了现在，为什么慢慢变成蓝牙为主啊？不太需要就是可能6月底的时候，大家如果都来装的话，不一定要完全做装进去的这个框列。那或者是说，现在所有的停班停课的那个规范要改变嘛？不需要变全校，只需要受到影响那个班级，就是因为大家真的都差不多都打了疫苗了。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不管是死亡清零，或者是重症追求清零，我们在做的事情还是差不多，但是希望对大家日常生活的影响可以越来越小。那到大家最后好的这种习惯都养成，然后口服药都有等等的情况下，那这样子其实清零共存就不是抉择嘛，就是在共存的情况下，还是实质达到没有什么死亡的重症那个清零的状态。所以我们现在就慢慢 converge 到这个情况。那报纸上也有说是所谓的期末考，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中间这个期初期中等等，那我们终于走到了一个像世界开放这个部分。那当然也是依赖于大家好的习惯养成。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84位朋友们问说，请问唐凤委员会很想选择跨性别的生命的历程吗？当然可以啊。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发现说，我的发育的速度跟其他小男生相当的不一样。那后来我有去就是测我的血液里面的那个保护膜的浓度，那我应该是20出头的时候去抽血去测的。那时候医生就跟我说，我当时的那个浓度差不多是80几次。
岁的男性的浓度，也就是说差不多就跟20岁的雌性跟20岁的雄性大概在刚好中间的这个位置。那我不确定说这些我今天性性方面的什么别的关系，那总之就是发育的方式啊跟大家不太一样。那当然我后来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大概24、5岁的时候，那我就是有吃了使用荷尔蒙嘛，然后就又经历了一次青春期啊，就雌性的青春期。那当时也不需要吃太多的这个抗雄激素，因为我本来身体的雄激素就没有那么多。那也这样子也发育了大概2、3年，所以可以说是经历了两个都不是非常完整的青春期。那好处就是可能就是说不管你经历青春期是哪种，肯定都有点化疗。那另外一个是说我脑里就不会有一种好像一半的人跟我比较远，一半人跟我比较近的感觉。我是觉得说大家都是跟我有某些就是重叠的生命经验的。那这个对于我们在做这种工作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会觉得说这群人跟我亲近，那群人跟我疏远，本国人我们就来帮他这个弄大疫苗什么，然后这个接触追踪什么，外国人就算了吧，放生吧等等，我不会这样子的想法。但是所以我特别去选这一班或者是那一班，那在我的这种工作上面，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当然不是只是跨性别，任何东西都可以用所谓 non-binary 就是非二元的方法去思考，希望了解这个问题。这次可能会说想请问我觉得现在需不需要停课？现在应该是不需要停课的，大家都看坐在这边看我演讲，对不对？那当然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就是新的这个停课标准里面，大家当然一开始都还在适应的过程里面。不过我是觉得说我们这个 resilience 就是恢复力是很强的，也就是说即使是多多少少之后就会开始传出一些个别的确诊的，但他一旦习惯说这个其实它的影响的范围并不大，而且就算是确诊了，那慢慢就会有一些就是实际的经验出现，就是说其实尤其如果你有打2剂抗体还在高点，或者是3剂的情况下，那它其实就是刚感染就会发个1、2天的小感冒的症状最多了。那等到你旁边足够多人这样子的经验的时候，其实就会有一种污名化的感觉，那大家就会觉得说，那这个就是大家一起经历的这样子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会觉得说，像这种就是全部的全校性的停课，它实际上是让之前大家就一定要确诊的时候反应是特别大的，那个是主要是大家都打2剂，或者是年纪长的人就是抗体低落说打针之前的那个情况，所以我们现在开始需要去习惯说，确实就是对于有接种疫苗或者是口服药很容易取得的人来讲，那这个的影响就不像2020年、2021年的这个情况了。98位朋友想问说，请问我对亚洲的填鸭式的教育有没有什么看法啊？我不想填鸭式的教育，它就是在有电脑以及网际网络以及手机发明以前，它有不得不然的情况，因为就是书很笨重嘛，你可能需要的时候就冲回图书馆找嘛，所以放一份备份在脑里，多多少少还是有点用的啦。那但是就像我在国研究上面讲的，就是现在任何人家都有手机，那上面有需要装的 app 的话，那其实每个人随便去测试，智商都是160起跳，因为所有的口音这些东西都可以 offload 给这个电脑做。那你如果这个书背不起来的话，你就需要用手机随便找，就是稍微提一下关键字，你就背得起来。这是为什么我在睡前看书，在醒来的时候，其实没有那种照相式的记忆，我其实都是记书里面的关键字而已。但是当我背起来的时候，因为我靠全检测，就全部都是电子书嘛，我就把我稍微记得那些关键词提进去，然后我就好像是过目不忘一样嘛，这个叫什么类过目不忘嘛，这个情况。对，那但是其实现在更加知道不用什么检测，每个人都是在这样子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平安是教育在他当年的时代背景里面是太多大的意义的，但现在已经完全被就是我们的这种辅助式的智能来取代了，像那些问题。那只是问他们问说他们对学习历程有什么看法？我觉得学习历程是很棒的东西，但是学习历程档案就是另外一回事情。我不知道你到底是学习历程还是学习历程档案。学习历程档案它是就是大家现在开始约定的统筹一些过化资料的方法。那就像任何试着结构化资料的 effort 一样，在一开始都会出现说，我就是比较照片解析度比较高，我是很想要被压缩到你所指控的那个大小，或者是说我要到底用什么样子的格式，这个格式是不是人家已经掌握产生期待的建筑可以产生了，最后到底会怎么样 match 等等，一定会让我有很多的事情。但是其实就像就是一个人有语义，有
作品，像是其他的 portfolio 啊等等这些东西，那就是一个这个行业它能够接受的去表现你之前对什么有兴趣的方式。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随着时间过去，它就会慢慢知道一个知道说某些就是游戏或者是某些职业竞赛，其实在选择的那边你觉得意义不是很大，而被选择这边你会发现其实你有很高的选择权，因为你18岁也就成年了嘛。那我一直其实是主张说你需要才去念大学的，那18岁结束之后其实就可以先去做一些你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再回学校。但之前因为18岁还没有成年，所以这个想法其实不是很容易落实。但是未来我想那可能就会发现说我们会像国外那些18岁成年时候一样，所以家长如果要念大学的话还是要考虑上去，不能有一种好像就是要求你去念大学的这种感觉。那我觉得那个时候两边的谈判地位才会变得比较一致。难道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学生就比较不会承受现在大家对学习的一种打探啊，那么多的不确定性？那这个确实还需要2-3年时间才能够达成。希望回答这个问题。有103的朋友问说：“请问委员，你所推动所谓开放政府政策目前进展跟方向是怎么样啊？那是不是出现了推动上面的困境？”有委员曾经指出，开放政府在台湾受到公务员的大力反对，这个公务员指的是事务官啊。那一份评论是2017年啊写出来的，而且是当时在第一任的期间，一层还是开放政府这个目标，后来似乎也无疾而终，其实还是有在推参与式预算等等。那另一方面，北欧国家也有不少所谓开放政府政策的丰富经验，是不是有什么我们值得学习之处？当然有非常多值得学习之处。我们刚刚讲到了有5000多人的联署，那在那个联署的界面里面，我们会发现说就是有非常多的人他就是一面的留言，然后一面还可以去说那我有什么支持性的论点啊，或者什么反对性的论点啊等等。那像这边有很多反对性的论点，对，那这些当然他们都吵不起来。为什么吵不起来？因为其实没有那个reply，没有回复可以按，也就是说你只能去像 slide 一样按赞或者是不赞。那但是其实你没有办法就回留言，然后指名道姓就跟他开始互相对骂。那所以只是把这个回复拿掉，但是你反对他的论点，你可以再努力来用人的支持来给你的意见来去留言的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界面的改变，那就让本来在 Facebook 上面非常容易就变成骂战的情况，变成我们都可以说练到两边政府有一个论点这个做法。那这个做法其实就是我们从冰岛有一个叫做好像冰岛最棒的方法，就是 The Best Fighting。 那他们在冰岛首都的 Reykjavik 当时做的 Better Reykjavik 的这个界面，那我们可以说是直接向他致敬，其实就是超过来了的这样子一个界面。那我们还有很多像参与预算应该是从哪个里面的方式界面，那或者是我们在上面用了一个叫 POLIS 的系统，那一开始是从西雅图现在在纽约的朋友那边所使用过来。所以因为我们用的是一些比较开放的比较自由的一些全世界朋友的一些元件，所以我想我们看到国际上面好用的部分我们就直接拿过来就可以。这些经验量是有值得我们学习之处。那至于是不是受到公务员的大力的反对，我们推动了这一阵子的经验，基本上我们的目的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让我们事务官发现有些事情早一点谈比晚一点谈要来得好。因为你如果一直拖着的话，那个名人到最后就飞了。但是大家一开始不想要花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就是看到网络上面5000多个人的联署，他脑里想到的就是接下来就要占领教育部了，还是占领立法院了，接下来要翻桌了，要砸锅了，之类就是非常负面的一些想法。但我们很高兴就是从2016-17年到现在，我们看了100多个案子，没有任何一个是翻桌然后暴力相向等等的。所以我们就是经由每2个礼拜一次的这样子的示范，去让公务员看到说，其实你想要把这个环境情境设立的话，其实是不会翻桌的。其实有一点非常针锋相对的2块、3块、4块，你只要是就是有好的，刚刚讲到审议室的这种讨论的设计，到最后它还是可以收敛到一些共同的价值里面。所以我是通过示范的方式来让公务员现在不想进，不是大力反对了，但是还是觉得说，那我们每2个礼拜处理一案，就好好要算所有的这个案件都这样子做，真的是有跨越的性质，比较需要这样子的协调方法，我们再来这样子去做。但可以说是一个比较 practical、比较就是踏实的这样子一种稳健的做法。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143位朋友问说，现在的社会氛围是自然组的出路比较前途，且是赚钱的意思。那您请给社会组的学生未来发展的方向
那这个问我就问错了，因为我没念过高中，我现在都不知道自然组跟社会组究竟是做什么的。但是没关系，就是说，我想不管你是念什么组吧，不要变成说好像那个定义了。就像我刚才讲法是说，我23岁经历某次青春期，我24、5岁经历了另外一次青春期，但是我没有说，我被分到这一组，然后我后来自己跳到那一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不是用一种像非此即彼的方式，然后用一个短时间的经验，几年的经验，然后就界定我自己往后的人生，我只是说我在这段时间有这样子的经验，那我因此获得怎么样，我怎么的能力而已。但如果透过这样子的想法，那其实非常容易变成斜杠，那斜杠斜率斜多一点就变成横杠嘛，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体验。那我觉得不要因为说你现在在社会组，那你就觉得说你不像自然或者理工或者甚至医学啊什么东西是你就不能够碰的或者不擅长碰的，那可能只是因为你的学习的兴趣现在未必在这边。那你之后只要找到一个有社会意义、社会价值的事情，那我刚刚讲社会意识这边上，再去取得这样子的经验，再去取得这样子的成绩，其实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不会觉得说你只是因为现在分到这个组或者之后就不能去接触这个或那个的讯息。那其实我们就发现了最有前途的反而就是你有能够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学科。那像我就是用咨询科学，甚至是用心理动力的方法而去做公共行政的事情。虽然一下子看起来好像哪里怪怪，但是到最后也出现了一套公共行政的做法。那如果你能够把3、4个领域这样子做一个不同的融合的话，就足够协调到很大的话，那其实到最后非常有前途。为什么？因为就是假设你17个要去办，就让你知道里面4、5个不同的这个组合的方法。那我们11、17、取4、取5啊，那这个你的能力就是不可取代性就变得非常高，因为很少人是能够刚好像你这样子的组合的。所以我是蛮鼓励大家，就是不管你现在是哪一个方向，先碰到了哪几个不同的学问，以后就是按照你的兴趣，旁边的就算是不同学的，然后身上的星星一样，不要说他本来是什么星座，就是你在那个星座，特别不是你出生在几月，就只能在那个星座，而是说你感兴趣的方向旁边，不管本来是什么星座，星星就连成一个新的星座。希望就回答这个问题啊。可以，大家希望朋友们问说啊，你们要求多少啊？那个直播才求多少啊？我们今天是录影啊，录影要求多少？这个直播具体的求多少啊？这个希望能回答这个问题。18位朋友问说，想请问委员在自学校有没有想过后悔甚至是放弃了？那如果有的，又是如何振作啊？那自学的好处就是你自己能够掌握你的学习的 tempo， 就是你的速度。所以你如果今天真的醒来发现说，真的对什么东西没有兴趣的话，想要耍废的话，所以那你今天就什么都不做了，可是没有人来逼你，没有课表，那你就是明天再合适就是了。所以自学有个好处，而且尤其在开始刚刚选择自学，就是来自学的人，刚经过一段 detox 的时间，就是他在组织里面太少这种放空的情况，所以在一开始常常因为放空，甚至10天、半个月、几个月都是有的事情。那这是完全就是正常能量释放，不能特别当做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所以不管是后悔的、放弃的，或什么负面的想法，你只要有一个足够的放空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你能够睡到自然醒，那这个情况下，这些负面的感受其实通常在心里面，它可以你跟它好好相处。因为大部分的像我们比较破坏性的那种感受或愤怒的行为，都是说你心里的那个空间不够，所以有一个负面感觉来的时候，没有办法让它好好住下来，然后跟它沉淀，跟它相处。我说为什么会这样的负面感觉？但是变成了你急着把它赶出去，出现一些所谓的防卫反应，一些 acting out 等等。那这个时候当然就很容易陷入一些沉迷的这个状况，不管是你对游戏啊，对网络上面骂战沉迷，甚至陷入一些物质沉迷等等。那这个就是因为在心里没有足够的空间，也没有足够的休息的时间嘛。所以我是觉得说，确实应该放空，然后跟负面这种情绪相处到足够久，一直到说你觉得它可以也发生跟你说话为止。那这样子的话，之后大概就比较不会来听到，就是不会有一些破坏性的或沉迷性的这种习惯。也就是说，休息够了，自然就可以振作。作为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径嘛，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那136的朋友问说，哎，想问问委员对在欧洲的在平台里所谓“养狗上学”这种看法，会给台湾学生带来什么正面的影响，以及未来学生会应该如何适应啊？
不过以我的理解，这边好像都是说不强制，对不对？就是如果你很想要早一点到学校的话，学校的大门还是为你开启，不是说你提早到校了，然后校门就在那边关着，对不对？在这里面，我想对于学生的正面影响，就是说你的时间是自己决定，时间管理也是一种自主学习。那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就是参与的意义了，就是你创造出一个空间，但这个空间是按照他的需求给你使用，而不是说就是旁边的人他有需求你反而不给他用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不管是大家之后参加学校里面的就是学联会啊，或者现在学校的科发会啊，或者生活福利啊什么之类的，大家都是要想说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公共政策每一个改变，是不是你在帮你的学弟妹你下一代的创造更多的可能性，他们未来选项变多了，还是你现在觉得说你非常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其实是剥夺了他们未来可能可以有的选择。那只要是能够开启未来更多的可能性，它就永续，它就 sustainable， 因为后面的人会愿意继续支持你的这个决定。但是如果你剥夺掉后面的人的这个决定权，他比方说如果说不让这个两年生活费选总统的话，那大家就起来革命嘛，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一直保持对未来的可能性开启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相当重要的。有137位朋友问说，当时有天才才懂的天才史哦，是怎么样跟平凡人对话啊？其实我不觉得说对话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对话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倾听，就像我今天就是待会儿回去高中上大学时间就是看大家的留言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对我来讲，我并不是为了说服大家，而是说比较想知道是大家现在感兴趣的东西是什么，大家聚焦在怎么样事情上啊，为什么直播要收获多少之类的，然后稍微查一下为什么直播要收获多少。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是觉得说对话如果是建立在对对方的好奇上，甚至对对方对什么东西好奇，你被引起那个好奇，然后要去查多少的事情上面，那我觉得这个对话就很容易持续下去。如果你的对话在刚开始的时候为了说服、为了灌输，或者刚刚讲填鸭的话，那当然就很容易觉得说，那为什么我就是花那么多时间准备，那为什么大家都不听呢？等等，因为我从来不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在对话上面，大家也没有听到过怎样的挫折，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有142个朋友问说，青少年讲话无厘头，要如何让他们知道轻重呢？请你告诉他们，网络霸凌哦，跟自以为有趣哦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分界哦？其实网络霸凌，常常真的那个霸凌者是自以为有趣，这个是没有什么分界的，它是重叠的，要先讲在前面。但是呢，最大的差别是那个旁观者的态度。也就是说，如果大家在旁边看了，然后都指出说，哎，这个他会不舒服啊，等等，他是很容易指出来说，哎，这是不受我们所肯定的话，那带给自己有趣的人，他这个什么自讨没趣哦，他就会发现说，这件事情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但是如果旁边的人都袖手旁观，而且甚至不旁观，他就好像看笑话啊这样子的情况的话，那他就会加深那个自以为有趣的人觉得真的很有趣吗？你看旁边的人没有阻止我等等。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旁观者的态度。如果旁观者一直都是能够保持的一种 engagement， 就是一种参与的一种感觉，说这个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玩，或者是说你看到大家在 slide 上面提的对不对？很过分，你就绝对不爱他赞。那这样子的话，你看到现在100多个赞的，看起来都非常的就是不但自己有趣，大家也都觉得有趣嘛，是大家都觉得有趣的状态。那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安全的空间，让大家对于这样子哪些行为是轻，哪些行为是重，哪些行为是大家能够接受的，哪些行为是大家就忽略它就好了，这种空间我觉得就要保持得特别好。那我们在网络上像刚刚讲到的是不会互相回复这个骂来骂去，而是透过像这种按赞的方式去让大家知道大家现在有注意的事情放在什么上面。像这种就是一种很简单叫 pro-social media， 就是促进社会参与的社群媒体，而不是像 Facebook 那样子 anti-social media， 就让你越来越反社会的这种社群媒体。那这个我们在研究上面是可以去区分，就可以去量化，就是怎样的设计是亲社会的，怎样设计是反社会的，大家尽量去使用亲社会的。而在反社会的部分里面，我们就去施压这些平台，让它能够去至少做到一些能够举报霸凌，然后能够让大家知道说这件事情是不受欢迎的等等这些方式。但我们想要这些比较亲社会的例子来给这些平台看，是你看其实可以做到亲社会的这个状况，希望大家这个问题。136位朋友问说，那请问唐某委员对于现在学测英文及国文一试定终身呢，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想法？
以我的理解，这个是大家现在很热门在讨论的题目，而且教育部目前正在检讨这个题目。那我觉得是课纲的好处啊，就是我们并没有在里面特别写说要不要的是定终身，而是这个是公司方跟需求方，他只要讨论出可行的方案。那不管是这个学期、下个学期等等，这个也都是可以调整的。所以我觉得只要保留这个调整的空间，那大家觉得受到有利的影响、不利的影响等等，再去这样子进行倡议啊，甚至联署啊，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好的事情。它不会变成说，好像一定要等到十年之后课纲修改才能够来改变这个学测的制度。所以我是持着一个开放的态度，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真的没有念过高中，所以我并不是利益攸关者，我并不是利害关系人。那但是我是非常鼓励利害关系人尽可能去组织起来，尽可能去倡议，然后把自己的观点写成，就算像我这样子可能没有一手经验的人，也能够比较清楚的知道你的观点想要表达什么问题。有140位朋友问说，哎，是怎么样子的契机要让我们代表台湾在国际组织上面，然后视讯的方式来分享台湾对抗疫情的经验呢？这也是很很好的问题。我想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我是作为 Digital Minister in Charge of Open Governance of Innovation， 就是虽然是数位政府的，但是我的工作主要是社会的创新跟开放政府。那这两个题目，社会政府开放政府，我都扣紧所有的联合国去发展目标。那什么是联合国去发展目标 SDGs 呢？就是2015年所有的这个地球上面的联合国里面的会员国，你不包含我国，但是随便了，他们都同意说，就是这169个事情分在17个分群里面，这个就是大家在2030年一定都要做到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获得永续发展目标，我们等于就是在国际组织里面划出一个非战区，就是说在这17个题目里面，台湾政府可能是16个题目的这个题目里面，我们不管去做怎样的分享，那别人都不能够主张说，哎，他不应该分享这样子的题目，因为这个题目是有争议的，因为不管他是哪一个国家，他当年在2015年都已经答应说，这169个题目是全世界，不管是国家还是司部门，就是企业，或者是社会部门，就是那个公益团体，都要一起来达成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被定位成哪一个部门，我们大概都应该要有发言权了。所以，也可以说是我在刚上任的时候就很有意识的去扣合了2015年开始的那个 SDGs。那到后来，当然不管是其实也不只是视讯嘛，我们也有去就是梵蒂冈嘛。那他们当时就是联合国有一个就是 SDGs 的嘛，要去发展的一个研究网络。那我也在那边透过这种就用其他比较扣合的方法来发言。或是你没有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所以就是要挑一个国际上面大家都认识值得任何身份的人来的题目，那这样子我就可以代表台湾，这里是大谢台湾非常好代表我们这个主权国家想回答这个问题。那有147位朋友们问说，我们有没有什么机会统一对岸呢？这个对岸我确定是太平洋的对岸，还是哪里的对岸呢？就四面环海，所以我们有非常多个对岸呢。好，那但是当然就是所以这个我不知道算不算在问哪个，我假设讲的是这个台湾海峡的对岸。我自己的想法是说，我们现在在示范的这种台湾政府的这些做法，我们常常在直播上面会看到 Slido 上面有翻墙过来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里面的人民啊，那他们就会不是翻墙来骂人的，而是说来说谢谢，作为一个 model， 作为一个模范，让我们看到说，就算用中文字、用汉字，也可以去做这样子的对话。那我觉得这个我们的示范作用还是非常重要。那这个可能不涉及到主权的统一，但是这个是涉及到我们怎么行使治理权。那事实上，在2010年或之前，大概2008、2009的时候，他们在很多的地区也有开始实验，像我们叫神秘性民主，他们叫做上海式民主的这些做法，那包含参与预算等等，当时都有一段时间了。那当然后来习近平就上台了，但是无论如何，就是他们在当时也对我们现在正在推行这块概念，就是透明啊、参与、繁荣、当责等等这些概念，其实是有一阵子在他们的民间是有这个兴趣的。但后来公益社会四个字变成什么七股奖、八股奖之余，那后来他们在网络上面就丧失了我刚刚讲到这个安全的空间。但是我不觉得他们里面就是曾经有过这样子体验的人会很轻易的忘掉这样子的体验，所以我觉得我们继续做这样子的事情，这
身后应该还是有某个机会，就算跟主权是无关的，但是在质权的行使上面，就用这样子的方式，还是去做一些谎言影响。那当然，如果一开始就讲的是当天下的对岸，不是太平洋的对岸的话，我们现在对太平洋的对岸，特别是加州，有非常多的这方面好的影响。那他们现在不管是防疫影响、讯息流在防治等等，大家都是直接受台湾猫的，或者因自己的猫的，或者怎么样。那这个就是虽然主权不是我们跟加州的朋友们好像要这样做，但是在质权的形式上，确实是越来越有成为民主联盟的这种感觉啊。好，那最后就是有一个公开道歉的说，不好意思，有很多没有水准的人啊，但是我刚看这些题目完全没有看到任何没水准的问题啊，所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那在这边时间到了，这个应该是三位朋友们说，声音快到像乱了，可以放慢速度。那我再次提醒大家，这个录影会用创意四次授权释出，那我们在 YouTube 上面回放的时候，你可以放0.5倍或者1.25倍。好，今天感谢大家。我们真的很谢谢，然后委员今天为我们解答了那么多道的题目，那我们是不是也请委员可以跟我们。